接下来请收看晚课。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Thank you.
世间一切色各个不相知，譬如空花是不能知之心，而有心故化诸法心如是，心如空花是能化诸世间，不允许众生无法而不造，如心佛一而如佛众生然，因知佛于心即心皆无尽。若人知心心不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心，心不住一生，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是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果法界心，一切为心造持受本然，尽心地无尽佛藏道此尊，南方世界永祥云，祥于华云，即华于宝玉，宝玉无数中为祥，为瑞变庄严，天人闻佛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之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所知善因缘真样地藏真功德，此因即善事救众生，手中金锡睁开地狱之门，掌上明珠光射大千世界，智慧引领吉祥云中为阎浮提，故众生作大证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神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尽卷上道理全懂，神通遍地一如是我闻，以是佛在道立天为母说法，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齐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我作二世间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智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要发个前世者闻讯世尊此事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有诸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是波罗蜜，赞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赞波罗蜜，般若波罗蜜，